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也是不可动摇的。至于你问我是不是愿意看到一些金融产品违约的情况，我怎么能够愿意看到呢？但是确实个别情况啊难以辨别。注意，现在三百块钱。